新疆的蜜蜂人喜欢吃肉吗？哇，吃的太香了呀！老汉瓜吗？这个？老汉瓜。咋卖的？一个种几块。我看你可以切开是吧？这种。一二三个。这瓜保甜吗？等等等等，你尝一下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哦，太甜得很，帮我切两牙。啷个玩？看到对面有一家卖烤全羊的，正好不知道吃啥呢。尝一下，朋友。怎么一上来就要尝一下？谢谢啊。好吃呢，多少钱一公斤？140。嗯，帮我切上半公斤吧。20块钱。帮我来个囊子。我要这蜜蜂也喜欢吃肉呢啊！平时我拿筷子，你们都说特别短。今天这个签子感觉就像牙签一样了。哦呦，这个蜜蜂过来抢饭吃呢啊！算了，我直接下手吧。还是今天是正儿八经的路边摊美食，就坐在路边上。他们这个烤全羊感觉跟我之前吃过的都还不一样，是烤熟之后又用那个肉汤泡在里面，吃起来感觉非常油润。新疆朋友们，只要听到这种音乐，不由自主的会跟着一起摇起来。这期的视频应该是不用再配 BGM 了，背景音乐自带。一口肉，一口瓜。不知道你们还能忍多久，准备什么时候来新疆？肉汤泡馕的味道太好了。差点没把我噎过去。垃圾收拾一下，走了，老板，拜拜。